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们蔡家终于要去扫墓了。人家都是在四月头扫墓，我们大概是今天四月五号来扫墓了。今天为什么要拍这个扫墓影片呢？其实我没有想过要拍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拍扫墓的 vlog。主要是前几个星期哦，我就有一些佛教以外的朋友就有问我，哎，你们到底扫墓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心想，扫墓不是大家都应该知道要做什么吗？从而我再继续延伸，我还想，哎，是哦，好像真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扫墓是需要做什么东西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去扫墓的经验。哎呦，手机断好了。是。但是今年蔡家的扫墓不完整，因为我们家现在不是很完整。哎呀，不要乱讲话。婆婆，对我们家不完整。他扫你了。因为我们家的大妹没有回来，她中了个未果，就不敢回家。等一下你们扫墓啊，三大禁忌：一，不要提到阿妈的名字；二，不要提到你阿妈的名字；三，不要提到我阿妈的名字。行啊，阿妈回去休息啊。喂，没有礼貌。那其实我们蔡家呢，以往都是会去到马六甲扫墓啦，然后再回来九号扫墓这样子。其实从我去台湾读大学到现在，我已经快六七年没有去马六甲扫墓啊。那今天我们全家还是没有去扫墓，主要是因为我爸爸家那边哦可能会封山，然后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我们就只可以在家拜祖先这样子。你在烧香啊？所以今天就很像新年这样哦，煮些东西拜整个祖先这样子。今天怎么煮糙米饭的？可能家里要减肥。糙米。哈哈哈哈哈！我要减肥啊！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祖先讲吗？虽然我没有看过你，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人。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有事找常勇，不找我。今天我们去扫墓的对象呢，就是我爸爸的弟弟，我的大叔，也算是我的开爷干爸爸这样子啊。基本上扫墓的地方在古来义山吧，就是蛮靠近我家，去个十分钟这样子，也是我从小到大住的一个干崩这样子。现在我们就可以看我们扫墓到底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去那边。首先我们准备就是贡品的部分啊，这些就是我爸爸准备啊，比如说他小时候爱吃的他一个饼干啊。啊，那个真的是我喜欢吃我才买的，然后这个以前才会有的花生啊，因为现在年轻人应该也不会吃了。反正我爸爸讲就是买一些他曾经喜欢的东西拿去祭拜他这样子哦。因为我这个叔叔哦，他好像是在18岁的时候过世了，所以唯一懂他喜欢什么东西啊，就只有他哥哥他弟弟他爸爸妈妈了。他们都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我是认真的，你不要笑。你讲下个，我就想我要讲个接下去吧。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我叔叔的新车钣金打出来。对，昨天在运输的过程，不小心把这个蓝宝坚尼压扁一下。哎呦，可以多登录少那样，更保险可以吗？各位这样落地价200多万的阿凡达罗，希望我们的叔叔呢可以收到，可以开出这个车。对，那是我怕晚上来找我们了。哎，不要，他讲什么？怎么没有敞篷啊？我们这边有起家泵，那边没有起家了，这辆车打又很贵一下。第二个我们扫墓要准备的就是一些香啊、蜡烛啊，还有水果之类的咯，这个是必备的东西啦。第三样扫墓要准备的东西其实很厉害哦，哎，一些东西是昨天我跟妈咪去纸扎店挑选的，我选了很多，妈咪讲从来都没有拜过这么多东西给她，所以今年我的叔叔应该因为我拍影片很开心，因为毕竟哦，我就挑了一辆 Lamborghini 给她，妈咪讲以前没有烧过车给她的哦。是啊，哇，这样在下面都叫 Great Way 哦。我不敢笑出来，他没来生啊，爸爸。小辣哦，他收车了。你妈妈。哦，他有司机啊。啊。哦，我们要买司机给他。当然，各位，司机。啊，对，我们就买了两个司机给他。人丁就属于我们的员工。我怕他在下面哦找不到我们了、啊。比如说要找你这种。用 iPad 还是电话，但是有一点 overshot 啊，有 button 啊，因为我妈讲哦，全部要烧纸扎品哦，金纸哦，都会放去这个箱子里面，衣箱里面，我妈里面就放了一些这个叫什么往生钱，我妈里面就在放了一些往生钱啊，然后 contract 合约是要给的，所以我们 iPad 就放进来了，我妈讲一次过烧比较方便一点。哇，各位，这个厉害哦，什么？都有，这个叫护照，有支票，有 MRT 票 ，credit card VIP 卡。来生，哎呦，来生，他没来生，我们烧来生给他刚好。来生哦，主要烧给他们哦，是希望如果未来真的有这个事情哦，希望有人可以烧给我们。对，有一天我们可能不在了呢，
每个人都会有经历生老病死，你不要那边不面对这些。各位，下一个金银珠宝、金表，我们都买金的给他，有金手表、金手表、金手表，反正都是金的东西啊。还不忘益智游戏，对，我怕在下面太无聊。这个是有骰子、什么扑克牌、麻将，一堆奇奇怪怪娱乐用品啊。啊，然后我看到这东西，我也是吓到，宿舍的最爱。因为像我这种哦，喜欢玩麻将，不喜欢洗牌人哦，知道麻将桌是很必须要的。这个link给我，要等裴勇啊、宿舍人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我们会烧给他们两个的。对，米奇欧也是喜欢啦，所以烧给他们三个喽。刚好三个。Gucci的鞋子，各位。我很尊重哦。鞋子放一下，还有Gucci的bag啊。有鞋就有背，这里就是还在下面用什么金盾银盾啊，我也不懂啊，反正就是钱啊。有了物质的享受，当然还是有金钱。我的表哥跟我的 sister 来了啊！哎，不不不不不，啊，一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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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婆婆在这边一封啊，我表哥顺丰顺丰 ，Hello， 你要买车找谁？找我们。其实他衣服选择不多，讲真，你自己看都是比较有成熟、比较老年的衣服啦。我觉得应该是哈，比较 formal 一点。5000就烧给他。我发现我们的衣箱哦要满了哦，没买到衣橱给他。shit 了，他有衣服没有衣橱，他自己买衣橱哦。哎，忘记了，我们要准备钱给他 cash 啊。这个 cash 哦，给你们看我们那纸箱了已经。满到不要再满了，很难了。哎，顺丰，顺丰，不要看嘛，过来帮忙拆啊！太多钱了啊！我跟你们讲啊，压力很大啊！你们跟前面讲话了，你看我的画面一直满满的，哇，全部聚在这边了。其实我觉得清明节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对呀、啊，除了那种叉烧妹妹不要回来，叉烧，家家都有一本叉烧，难吃的叉烧，有一条叉烧。我们还买了这个 LV 的 bag 给他。其实我们大致上买的东西是这样子啊，但是具体还是。这个，哇，这个哇，我还没有看到哎，刚才看到我。哇，我跟你讲，全部里面最贵哦，就这东西，哇，220多块。哇，没有纸，有收纳嘞。它里面做很细节哦，家具都有哦。还有那个积木嘞。对啊，这个等一下就要现场才打开给大家看啊。哎，我发现我们这个撒完钱应该差不多满了。哇，你们看我们的钱真的是帮不完了哦。还有哎，还没有拆完呢。你们这样累耶。你们可以工作快一点吗？拿相机，然后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每次去拜开爷的时候一定要带的。那个时候他们讲 Mary Bell 是很厉害的东西，爸爸讲他很喜欢是 Mary Bell 了。LV bag， 哇 ，LV bag， 妈咪很想要，为什么？我不敢讲太多。LV bag 啊，你看啊，你打开来，是什么？打开里面什么？哇，什么？钱哦，哇，一大堆钱哦，哇。你呢？这个车这边什么有人刮的？我们剩多多了，各位，来是什么号码呢？等一下扫完墓，我们就去买这四个号码。688913，六八八，我妈俩这台在金子，要带过去那边的，这是你记者的。哇，你看我们家这样多地方，全部要挤来这边，我不为什么。他叫我，这么你要挤那边，肥婆？你叫我挤的。哎，小妹，我看到你，我都想到你是第一帮的 COVID Master。来，这个蔡家第一个中 COVID 的朋友，哎，你瘦掉哎，不错。唐毅不是中 COVID 没有事，是还有妈妈在身边呢，每天爱心餐。每天我不是三餐温饱，午餐温饱啊，所以他没有晒衣服。哦，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妈妈炫耀了，你们可以不要聊天吗？可以快一点吗？哦，sorry，我们还要吃饭呢。你想看需要那个卡西诺 ？All in。哇，你帅哦，帅哦！你们快点啊，婆婆要监督你们啊。老婆，这个你没有帮忙啊。好，拿这个拿了，这样子，这样子。哇，没有，我喊 all in all in， 讲 all in all in， 讲你也没有，讲讲 all in， 讲 all in， 讲 all in， all in。各位，我们终于到这个扫墓的地方了。我相信这个时候扫墓是最棒的，因为没有人，我们也可以不用戴口罩。然后距离我最后一次来这边扫墓哦，应该是我去台湾读大学之前。现在我都已经毕业两年了，所以我应该是有7年没有来找我的开爷了。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蛮神奇，不得你不去相信，就是从我以前来这边扫墓到现在哦，我们基本上都是3-4点来，但今年比较早1点多。它这边的天气哦都是阴凉，不会大太阳。因为什么？我们来来讲一次，讲一次。因为我们的开爷爱我们，是吗？没有，你要讲为什么？你要讲多少段？哎，爸爸妈妈写脚本来讲一下。讲为什么我们每次来天气会晴朗？为什么嘞？为什么嘞？因为他疼你们呢、啊，怕你们晒到太阳啊。哇，我是来记录大家工作的一幕、啊。来来，东西搬过来，东西搬过来。
房车来了啊，屋子来了，屋子还有庭院呢。哇，你们看，有游泳池，有狗，还有以前有个人了，然后还有车哦，而且里面很细节，你看里面。哇，你们看里面还有床，什么都有哦。太爷啊，我买了一辆车跟屋子给你啊。我们什么我们？我买比较多，我给比较多钱，希望未来我有多一间屋子啊，两间也好了哈、哦。这个时候我爸爸呢就会在车上播一些他以前喜欢听的音乐，我们来听听什么音乐？哇，这个真的是有年代歌。所以这个就是他以前会喜欢听的歌吧。那其实真正的扫墓哦，是来到这边过要打理他一些杂草拔掉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定期有人打理，所以我们就不用做这个事情。以往我们每次去马路角就真的是要带锄头把那些树啊还有小小个的草啊弄掉这样子。所以目前这样看哦，整个东西还是蛮干净的，果然有人打理的确是好事啊。很舒服，老爷，来正面特写。不可以正面，正面我马赛克。哦，反正你功能马赛克，爸好吗？哦，是哦，他马赛克哦，这是我。来了来了，来来多一个，多，哎，多一次哎喂。多一次就没有效了，会反效果。现在就是烧香环节了，扫墓最重要的是摆好东西过，就是要祭拜一下了。摄影师一定要拍到这个重要一幕哦，这样子才看出我们有在扫墓。来准备，三二一，跪下来。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Yeah. 该种的种，不该种的不要种。我们都种完了，已经被抽惨了。该种还是种，刚刚号码希望都会中。对呀，六八八九，六八八九。我相信大家也好奇哦，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婆婆都不可以上香？因为他们是长辈，所以只有我们这些晚辈才需要上香。这是一个辈分的东西。辈分，辈多分。这就是我妈去给我们开的邻居哦，一人插一支香啦。因为像这种坟墓哦，不一定每年都会有人来拜。坟地比较好听，坟地。谁坟地？基本上我们的扫墓就已经快是完成了啊，我们就是每年都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去扫墓，这样子的流程。但我不懂其他人家是讲扫墓啦，至少我们家是这样扫墓、哦、现在呢就是我们扫完墓要去舅家，时常那个开车开来嘛。因为这个扫墓的地方哦，其实距离我以前刚出世住的家有一小段距离吧。那个地方叫做爷园，它就是古玩一个小干蹦这样的感觉啊。我从小是在那边长大的，我对那边没有印象。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我跟长志是在那边有住过，然后大概到长乐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搬家去到公主城那边了。所以我们就是回去这个爷园啊，找寻一些我们儿时的回忆啊。毕竟我在那边应该有住超过五六年吧。我印象记得，等一下是转右了，但是转右过我就忘记想走了，感觉在转左是吗？看到没有，只要转走，几厉害！所以各位，这边后面这条小路走进去呢，就是我以前所住的地方爷园。所以我忘记了，其实阿谦是小时候跟我在这边住过了。对。所以除了长治之外呢，其他没有住过。够力啊，够力！各位，我们家其实这边有一块小地啊，但那块地有人起屋子呢。啊，一层半的屋子。我要提高。你看不来这边不知道哦，一来吓一跳哦。原来我们家有一块小地啊，这边的。然后那块地现在目前有人做了一个一层半的屋子。黄姐讲什么？先花多少钱？四十二千，以前的四十二千很贵哦。嗯，哇，这条小路就是我们的脚。我有住过这边呗。啊，我这边出事了呗？哦，那个，我记得那个。各位，那一间就是我以前出事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爸爸跟妈咪啊啊啊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在婆婆来回忆的。你这你要开野啊，跟长啊这边钢水，怎么钢水？这样可怜的吗？朋友家钢水这边下咯，哦，水哈还没有装到水喽。婆婆逐渐在回忆啊，他们准备钱，什么？你的钱全部拿去买地啊？这边买地没有了，埋掉了，我哎呦，可惜啊，本来是我们的钱的，婆婆。各位出事啊！现在我们本来要离开，但是我爸爸讲就去那个地看看一下，现在那个地长怎么样啊？因为毕竟有人在我们地起屋子啊，他要去讨一个公道，死长了开慢点。这么有什么事吗？还在那个红色的瓦。各位，原来他们讲那个红色屋瓦一层半哦，曾经是我们的神庙，虽然算是我们的地方来了，对，然后没人住啊，没有
住。坐不了主区？因为他入伙者还没有来。就是这个地方啊，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不懂那边做什么、啊。原来是美丽的误会啊，我们的地还在，没有被别人抢掉啊。虚惊一场啊！所以如果有人想在古玩爷爷买一间屋子，欢迎 contact 我们，因为我们要卖掉一层半。非卖，现在我们在想办法从原本的路走去我们那个屋子那边。听讲这个桥是我家做的，听讲啦。没有肯定，现在桥你出多少钱做啊？7000，以前钱7000应该是几十千哦。唯一一条路应该就是这一条啊，但是我们没办法走过去，所以我们这个屋子应该是没办法去到了，就要联络后面这个人。我第一次看我爸爸这个不死心，死命找路口。哟哟，爸爸发现新大陆啊！哇，很多叶子，很多叶子！我穿短裤还走那种地方哦，哇啦喂！看那个屋子啊，各位在那里啊，红红色那间。哇，阿婆小心哦，很多。好，我先出去了。OK， 基本上这样走进去也是白费功夫啊，我们还是没找到那个路可以走进去的路。因为旁边其实是有河，所以其实过去啊。路基本上就不多选择。哎呦，爷爷的朋友们回家了，很热，现在不要再做垂死的挣扎了，卖掉它了。好了，各位，我2022年扫墓就告一段落了。基本上我们扫墓都是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希望也可以透过这个影片，会让更多人就是回家扫墓这样子。听到吗，长子？我说我跟剧本练。剧本那里哦。哦，长乐手机，我看一下。哦，长乐写的剧本啊。大家，我们下期再见，老师看我。